雪衣虾卷儿。做这道菜选用原料虾，熟火腿蓉2.5克，虾肉、肥膘肉、鱼肉做馅儿。干淀粉10克，精盐1.5克，味精0.5克，面粉50克。鸡蛋清，胡椒粉0.5克，绍酒10克，姜、葱片15克。做这道菜的时候，大虾去头、身、壳，然后留上尾壳。洗干净以后，加入葱、姜汁、味精、盐和胡椒粉，然后拌匀。然后在鱼馅内加入葱、姜汁、盐、味精、料酒，用筷子拌匀。加入鸡蛋清以后，继续拌匀。将大虾放入干淀粉内，用擀面杖轻轻的捶扁待用。将馅儿放在捶扁的大虾上，用手抹平。轻轻地按上一个凹形的窝，然后将火腿蓉放在凹形的窝内卷起。还原成大虾原来的形状。鸡蛋清打成蛋泡糊，加入面粉拌匀。将大虾裹上蛋泡糊，然后下入4成热的油锅当中。将大虾炸至漂浮在油面的时候捞起，然后再炸一次，直到炸成浅黄色的时候捞出沥油，然后将炸好的大虾摆入盘中，随椒盐一同上桌。这道菜的特点是
质地松软鲜嫩。